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，一直抓着我不放。镜子里的镜子，玛丽，你也做过吧？和那个一样。有我，有他，有看着他的我，有看着我看着他的他，有看着他看着我看着他的我，没完没了。また嘘。你别管我们，我爱那个男人。当然了，现在也很喜欢了。真的。不过，就像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永远被封闭在镜子里的世界一样。只要有我，他一定再也不会感到寂寞了。